后大声喊，你看前面啊，要偏头一头，别跟我说话，先生你这样危险的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第一首歌曲啊，关于告白。哇，精神自动自发一点啊。知道是一首啊、我男朋友当时跟我告白的歌曲。那你们可能会想说，关我屁事啊！没办法，我准备了高唱哦。简单的餐厅，幸福的空气，你朝我走来。阿北星星我杀你，你确定不要？这花票没？阿北到底是谁啦？哦，还是啦，我是他爹地啦。骑车载我的故事。这首歌曲其实是在他载我的时候，我在他的后座啊哼哼唱唱就写出来的。你们也知道我蛮有才华的，不好意思。那马上来带来这首歌曲。微微的风吹在我们脸上，我下巴靠在你肩膀，抱着你认真听你说话，在你身后大声喊。